朋友们，这是我赶海的时候在海边的破渔网上发现一只梭子蟹。这是一只被渔网缠住的蟹妈妈，已经怀了成千上万只蟹宝宝了。咱们把它放回大海，同意我这么做的老铁给个双击，双击不费流量不费电，还能增加快手账号的活跃度哦。Hello， 兄弟姐妹们，欢迎大家来到自埋自挖栏目组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浩，吃饱了撑着。这个绿贝啊，是我在市场买的哈，花了我20个大洋，希望能得到小朋友们20个赞，有没有？加关注，看马上赶海直播了。来吧，兄弟们，以我多年的赶海经验，此洞里面肯定会有一个螃蟹的。掏出螃蟹的话，老铁们就给我一个小红心。哇哇塞，怎么掏出一个八爪鱼啊，打脸了！不给红心加关注吧，看我晚上10点左右直播赶海喽。抓到了，抓到了啊！又是一个大货啊，最起码。我猜啊，有个2-3斤啊，看看一只大八爪鱼啊，活蹦乱跳的。有很多朋友啊，看到我抓到货了，反手给了我一个双击啊，有的朋友没给。其实你们不知道，你的一个双击就是最大的支持啊！加关注，看我赶海。兄弟们啊，欢迎来到自埋自挖栏目组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闲得慌。有老铁一进来就习惯性的给你双击了啊，有老铁你怎么要他都不会给，因为他不知道常给别人双击能提高自己的活跃度，能早日开通直播。接老铁喜欢大海的话，喜欢赚海鲜的，给双击加关注，看我直播赶海玩喽。